Hafaces 嘅 custom GHK AK， 咁佢係 GBB， 咁同埋佢係24基金電導上去嘅，幾錢啊？Y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 Brian， 欢迎收看我的 channel， 呢个是我朋友 AC。喂 ，Hello， 咁你讲讲我哋今天在度做咩？今天呢就是江华街，系啦。咁点解江华街呢？你得江华街只系做一样嘢嘅啫，就是睇枪。好啊，下一周嚟啦。喂，嚟到廣華街啦，玩槍呢啲嘢咧，我啊不如介紹你我朋友呢間鋪頭啦 ，Bang Bang。我夠膽死講咧，就係廣華街咧裝修最靚、最齊貨嘅間鋪頭。不過我講嘅啫，嗱唔好講咁多，跟我入嚟啊 ！Bang Bang 啊，係 Bang Bang。喺呢度入吉利服，我都成日着嘅。食鸡嗰时候，正啊！阿老板，喂，入到嚟 Bang Bang 啦！而家介绍俾大家，我一个朋友俾大家认识啊！呢个叫 Bang Bang 公石啦，除一除个渣，除一除个渣。嗱，好 rock 噶！嗱，我想问一下咧，阿图，咁而家咧究竟有啲咩新枪咧可以介绍俾大家认识一下？有啲咩新货可以话俾大家听？咁嗱，好似呢支啦。Heavy machine gun， 咁咧佢，哎，冇錯，呢個架，咁呢支咧係氣槍嚟嘅，咁我哋叫做 GBB 啦，咁 GBB 其實佢誒氣動同埋電動嘅分別，咁電動叫 AEG，GBB 就係氣動嘅，我幫你拎住，係啦，好，咁咧誒，咁 GBB 咧佢大部分嘅件咧都比較紮實嘅，咁同埋或者係有一個好得意嘅嘢，就係喺呢一度，你試下拉一拉呢條鋼。是一個很清脆的咔空呢個聲嘅，咁佢就係好 feel 喎成件事，係好 feel， 即係呢個冇嘅，呢個冇嘅，你 feel 到嗰個聲音咧係完全有少少唔同嘅，咁同埋佢個彈夾咧係好得意嘅，佢係有一個蛙佬出咗嚟嘅，負責去供應啲氣咧嚟吹粒 BB 彈出嚟嘅，咁呢個就係氣槍，可唔可以試下？得，咁啊不如就事不宜遲啦，去試下啦我哋。不過咧有一個好緊要嘅嘢就係戴咗副鏡。Okay， 我有蛋定冇蛋都一定要戴鏡。明白，各位觀眾記得有蛋定冇蛋都好都要戴眼鏡。有蛋嘅，咁啊蛋夾。Heavy machine gun。哇！即坐腰腿，梗係坐到腰都斷啦！呢支係Johnson 全改嘅 GHK AK， 佢仲要裏面係基本上落曬鋼件。我 feel 到係每一下都好似有嘢喺度衝擊緊我咁啊！係啊，係咁挫挫挫挫挫。喂喂，兩位，今日嚟咧重點唔係講槍啊！今日嚟揾阿圖嘅重點咧，其實我哋係想問你有冇 Grand Lay 嘅咧 ？Grand Lay，Grand Lay 啊！有有就得啦，系啦，咁佢俾我哋睇下咧。得，会见到有三四款啦。咁其实佢系四个唔同嘅壳，咁你可以因应翻自己中意，你就摆落去啦。用嘅时候咧系非常之简单。咁佢就系拆咗个胆出嚟啦。咁然后咧佢就会成个心出咗嚟。然后系要第一时间叉气，有个 safety 嘅。個 safety 我嚟扭嘅，扭完之後咧，第二樣嘢要做嘅咧就係你要入子彈，咁所以佢一 hit 到落個地下，佢就會即刻爆啲 BB 彈出嚟啦。哦，係啦，咁所以佢全部呢度幾個窿咧都可以裝到大概八至十粒嘅。哦，係啦，咁即係話有30粒係咁 deliver 周圍都係嘅。咁啊係成面都係嘅咯。啲 BB 彈係食咗佢啲 gas 啦，然後就一路轟出嚟。嗯。系啦，所以喂 ，Brian， 整翻兩個嚟，梗要啦，炸死班仆街啦，冇錯，不曬收工，等等，咪住，不如我介紹埋呢支俾你啊，呢支係咩嚟㗎？呢
咁呢支咧係 Harvestus 嘅custom GHK AK， 咁佢係 GBB， 咁同埋佢係24K電導上去嘅。幾錢啊？39,900。等先啊，30,000？39,900。正。喂、哎。讀咗佢。有稿。又到了萬眾期待的問答送獎品時間了，今集的問題就是讓大家估一下這支黃金 AK 的重量，即是夾埋的啦，答案最快而又最接近的那個就可以得獎了。以示我們的公正，就是我們的 Bang Bang 公石良將之槍稱一稱上榜。有好嘢冇理由唔益大家噶嘛，系咪？想要今集嘅礼物就去 IG 留言玩游戏啦，就有机会攞走佢噶啦。记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， 仲要揿埋个钟仔。走先啦，收工，拜拜。